了，这点小事还要报告吗？只要有人敢反抗，就斩尽杀绝，灭他九族。遵命。貂蝉，再靠近点嘛。公主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只知道沉迷酒色，按私心发号令，哪怕是宦官也比你这样的人还要强。哼，是丁原呐，好唠叨的家伙。你也配向我指手画脚？这家伙是什么人？弓马娴熟，无人可敌，跟你比就更不在话下了。给我记住，董卓，再有不法之举，绝饶不了你。叫吕布的，看来是个很有用的家伙。只要收服了他，把丁原解决掉，一切就都在我的手掌中了。